狗，哎，芒果真乖。十九，去把芒果叫回来，去把芒果叫回来嘛。芒果在那里啊，去啊。对，好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可以的。来，回来，哎。芒果，快点，在闻啥？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欢迎你来到铁牛旅行记的频道。今天咱们已经到了这个禅林重镇啊，这里呢是一个古镇，虽然旁边有些地方都是重建的，但是环境仍然是非常美哈。最美的是什么？在这里只有我和两只狗子啊，这个房车营地啊空无一人。冬天来旅行有冬天的好处，就是人少，咱们可以自由活动。不过呢，我今天还是带大家去看看这里的风景和特色啊。芒果，走，来，走这里，看一下咱们的车是停在这个地方，这片全是房车营地啊。那个图腾看吗？那是羌族啊。这就是禅林古镇。这个城墙，这个被称为感恩墙啊。你看这里有很多卖土特产的都有。那石榴在这城墙上上去了，走，包括我们也去，走上城墙看看吧。我也没去过，那不是可以走吗？上。下面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服务区，啊，那个山上盘旋而上的这个小路，那边都是古寨子，看到吗？还有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个，有个碉楼，那个地方知道吗？那个炮台就是看守的，就是以前的人放哨用的，什么那个地方？看一下这里，从这里看到那个城门，走。石榴也看风景，是吧？你看看，爬在上面，那上面有没有好看的？好看的景色啊！啊，石榴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往前走，走啊。去那上面看看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房车营地了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没人啊。坐吧，石榴太乖了，走吧。跑得够快的，你看看，飞奔而上。哇，这个平台够高的，非常高。那上面是古镇的，你看这个平台这个地方多好。我看这个石榴倒就很好奇，好奇宝宝，你看，好奇宝宝，看看这两个帅宝，啊，一前一后的，啊，非常乖，你看，就在上面晒太阳，太乖了吧。走了，我们，走啊。走，走，往下走吧。
等一下，我再听你跟你说。你在这里，真的在这里，我去。在这边。等等。好舒服啊。就是有点冷。睡觉了。哦，好狗，哦，给我盖着是吧？好了，嗯，乖，嗯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还知道拿衣服给我，真乖。你在这边，我们睡着吧。